我们今天这把这鹅卵石啊拖走，当时整这鹅卵石也没找花钱，猴哥干的活除了累就危险，今天这活不危险但是累，今天猴哥干的活，猴哥整完大我看看就漂亮，草地一直铺到这块，今天我们去装了鹅卵石往车上。来，哥，好了，干完大我看看什么样吧，等院子录点，在那边都录住。行了，王哥来，李哥都过来。侯董事长领着我们干这个活之前，把这些院里的石子全部推走，然后这边摘草坪。这活啊，虽然没有风险呐，但是真是力气活啊。累腰啊，看侯总董事长亲自上阵，王哥现在有点干不动了。老哥也上过录像的，大伙儿没看着，你哥也上过。先把叠着芳草布，给芳草布收起来。芳草布铺草皮上，完了垫点水，这石子都清出去。对，完了换成草皮。这盒体力活。猴哥累不累呀、啊？不累，累也不累呀、啊。猴哥累也不说累呀、啊。猴哥说累，猴哥什么困难能找猴哥？老王累不累呀、啊？老王累不累？说句话啊！哎呀，真行，真是战斗民族啊，都不累，在猴子带领下都不累。哎呀，不累是假的呀，都累呀，不说呀。这活干了，现在快一半了，这活太累了。看猴哥都能干，我是干不会。没办法，这家伙要不挨累，要危险，没有轻松活。这个活叫戴雷来干干，这个不危险，但这活真累呀、啊。现在整有一半吗？没有一半，啊，一少半，还这么多呢，一少半。看这石子老沉了。猴哥年轻的时候一推一天推400车，这家伙太累了。我们哥仨干了一半了，这活是真累呀、啊。猴哥也干不动了，这把这鹅卵石啊全清，太沉了这东西。这还有这么大事，干了三分之二，还有三分之一没干完吧？老李大哥、老王大哥仨干，这个院都给铺上草皮就好看了。累不累，李哥、王哥？累都不吱声了，累的。跟猴哥干活，天天就是干活。猴哥没有别人能做，现在你看练的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好了，这房子才漂亮呢，让我看看吧，看后院。这整个这大平院子，这荷兰石，20来亚，就整个20立方。看，整个这大院的荷兰石我们都推完了。这大院的荷兰石，过两天铺上草皮就好看了，好不好看？那个小孩长得漂亮。还有就这一点了，我们干完事太累了，中了。老王真能干，看看今天、哎、我们哥仨，哎呀，这猴干不动了，弄不动了。看看我们哥干了多大一车，这荷兰石，这推车啊，一车一车推上来的，干不动，费多大劲。嗯，满满一大车，用小单轱辘车推的，歇了好几宿。太累了，干不上。一天干多少个了？这个轻，今天累腰。李哥，后面干啥呢？李哥。李哥在后边耍熊了，耍熊了，整不动了。扣来了，现在还不买早。往年呢，买完回去都得挨场霜冻。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很多人买花了，买这些东西，够天天这么些人呢。
一车买这些东西。今天这个纸巾打折，一盒减五块。到家了，洗车。我们家大家庭又有新成员加入了，晚上给大伙看看啊。这车呢，掌柜的回来了。就拉一些砖回来，客户不要的，都是客户不要的，还有个那个电视柜儿搬车库去了。嗯，开饭了，今天饭是海虹、鸡肉、虾仁、celery 和一些 carrot， 然后主食好像今天吃的是。面条啊，不是米饭。那有个孩子他说胃不太舒服。哦，有米饭还有面条，明白了啊。哦，今天老妈去买菜了，买了点卫生纸啊什么的，买点薯条桃子之类的。高桥人多吗？还有牛角包，早上可以吃。看，今天我们又有新成员加入了，说两句吧，来，欢迎。欢迎。肖青、肖寒，来介绍介绍小姐俩吧。这是咱们家庭新来的小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潘肖青。来，我是潘肖寒。潘肖寒，来自杭州啊。这是我们家又来两个小美女。好了，都坐下吃饭吧。欢迎啊！欢迎。你哪天我哪天上单位得带着你，让你好好跟我们领导说。你要不上班，你们单位都倒闭了。那可不是，您就应该，真的您应该多请几天假。扣工资是小事，让那个公司走。吃好吃，老好吃了。嗯，必须支持阿姨做的。哦、好，必须支持。吃饭呢，吃完饭就下来了。哎，都好，五朵金花。我还记得，你说你姐姐有没有点正事儿吗？不对，咱俩方向不应该对，就是撞了。哎，我也忘了。对啊，你俩都看懵了是不是啊？不是，那人家做的可丝滑了，给你们看原来的原版的。你看我笑点太低了，昨天晚上也太困了。学了半天。啊，你俩就练习的少，多练练。对。朋友加微信呢，啊，陪他俩熬一熬，好把这时差倒过来。又现在困了，睡觉晚上又醒了。小孩儿，你看一会儿就玩到一块儿了。哎呦，这么大了，可大了！我这蜜蜂老大了嘛？啊？而且特别完整，活着呢。死的，特别完整。没有，他怎么无聊死的？这是怎么死的？我们有个朋友想要拿它做标本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头一回见这么毛烘烘的蜜蜂，看，哎呀，真挺大，大马蜂这是。嗯，走丢了，不小心一上咱家。